不是甘心天眼通 好，大家好，我们呃，我叫首杰，那我我们这一组是这个城市土地公，那主要的主题是都市更新天眼通。那呃，我想想要做这个动机可能不赘述啊。那因为现在大家在报章杂志上看到都市更新所衍生的纠纷其实非常多。那我们认为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在于是不信任、不确定跟不透明。那简单来讲就是资讯不对称啊，嘿。 那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些开放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好，那我们的使命呢、愿景呢，主要还是环呃环涵扣在居住正义这一块了。那希望可以透过呃公开的力量来达到，让我们社会制呃都市更新能够这个制度能够更完善。那我们这个专专案主要想做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视觉化。 那因为目前政府所做的都市更新的开放的资料，坦白讲是非常非常难用的。那为什么他们不做好一点呢？其实坦白讲，就是公务员嘛，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们也没权没势，那想要去要求他们，其实是很困难。所以只好透过社群的力量来做到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当然是转译，因为都市更新其实它是一个很有点硬的学门。那一般人想要了解，其实他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我们希望。 呃，看能不能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一般人来了解都市更新到底在做什么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然，在科技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其实是一个 framework。当都市更新的地图可以产生以后，那其实其他的议题也都可以产生。像海沙屋，那我就可以做个海沙天眼通；老旧公寓，那我可以做老公天眼通。那如果是古迹，哎、欸，那我可以做一个自然的天眼通，那可以通知消防局，它什么时候会发生火灾这样子，对。 那服务的内容的话，那目前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成果。那呃，目前的话，其实像我们的呃，其实网站已经是做呃，大概有一定的成果。那呃，地图的部分其实也可以，我们把台北市所有的都市更新的案件都有标注在地图上。那相关你也可以看到说，哎、欸，这个案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相关的新闻这样子。像这个是正义国宅。 那所以这个，那后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feature 其实可以做，所以我们最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些诶，对都市更新有热情的朋友来一起加入。那最重要的就是热情啊，那不管您是对都市更新还是对都市计划，只要对都市土地这个议题有兴趣的，那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来一起脑力激荡。 那、啊、第二个当然是，因为我们这个目前呈现的方式还是以 website 为主，所以还呃也是很希望一些会做 front end 的，还有做呃就是对资资料资料处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好，那这是我们的提案，谢谢。